Hello， 大家好，张哥，来看看我最近收到的一些秋季 PR 礼物吧。这一堆呢，全部都是送的包包，大家对他们家呢已经很熟悉了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第一款呢是他们家今年新出的这个豆腐包二代，它相较于之前这款豆腐包呢，它更高更窄一点，整体的包型会偏方偏圆润一些，然后它这个容量当然就不用多说了，还是一如既往的大，而且它从经典的马蹄扣变成了复古质感一点的云吞扣，这个五金扣呢也是被用到他们今年很多其他的包型上面了，我个人会觉得它这个设计啊更独特一些。原版品牌呢是建议我挑一个奶白色，但我觉得我今年白色包包真的有点太多了，我就特地挑了个橄榄绿的颜色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好看啊，也算是给你们做一个不一样参考吧。这一款的二代呢要比一代的皮质要更哑光一些，所以你随便穿一件纯色上衣搭配起来都挺不错的。你看我今天穿的就是一件白衬衫，搭配起来是不是显得很清新呢？它这个包带呢也是可以随意调节长度的，可以腋下、斜挎、单肩，你就随自己喜欢就好了。第二款和第三款呢都是巧克力的系列，我虽然已经有过两款巧克力包了，但是我一看到这个克莱因蓝啊，就深深的被它吸引住了，它背起来也太好看了吧！我之前买过一个同色系耳环，但是你们还问我来着。它这种克莱因蓝呢，本身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，大牌真的很爱用它，而且这种超级饱和的单色本身就是有一种很强烈的视觉冲击感，你看到都不需要什么设计的，你就拿着它，它就是焦点啊。当然了，这个包还是有一些低调一点的颜色可以选择的，基本上都属于很好搭配衣服那一种。来对比一下这几款的大小吧，一款是迷你型号的，还有一个是中号，还有一个大号，它们对比起来大小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它这个迷你型号呢，平时拿来放我那个12 Pro Max 是绰绰有余的，放进去之后还有一些空间可以放一些补装用的东西。这个大号呢，平时我就拿来放我那个13寸的电脑，作为上班包来用的话，非常的合适。上次就有很多人都看上了，整个系列是颜值、使用度都在线，无论你是上班通勤还日常来用都非常 OK。第四款是一个超大的电脑包，因为我平时基本上都开车嘛，我真的没有几款双肩包，但是我就一直想找一款皮质双肩包拿来出差用，否则平时我出差基本都用他们家这个托特包。对于双肩包来说呢，我一要它容量很大，还要它分层合理，因为我平时要带一些电脑或设备，如果太小的话它就装不下，而且我还要它耐磨耐看好搭配，这款就非常符合我的要求，你一拿到手呢就知道它这个质感一点都不输大几千元那种大牌包包，关键是它自重一点都不重，背起来特别的轻巧，而且它这个肩带又宽又舒服，我就超级怕那种一出门带好的设备背都要压垮，然后勒得肩膀生疼的感觉超级不好。而且这款是外面黑色搭配里面这个墨绿色，真的低调又高级，它这个功能呢也比较齐全，简直就是打工人必备单品啊。最后这一款呢是品牌强烈推荐给我的，说实话我当时看图的时候根本没有 get 到它的点，因为这肯定不是平时我会买的款式，但是我一拿到手我就懂它了，它真的太轻了，整个只有一斤重，拿在手上一点重量感都没有，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背过这么大还这么轻的真皮包包，主要是它这个皮啊做的特别的薄，而且里面还填充了海绵夹层，摸起来手感真的非常的软，因为它这个底部呢是做了一个支撑嘛，所以背起来很有型，它就不会像普通束腰带背了之后就趴在你背上那个感觉，它装了东西之后是这样支撑起来的。虽然这一款不在我的审美范围之内，但我觉得它真的挺实用的。我再用刚刚那几款包包搭配几身给你们看看吧。